是玛尼。今天呢，吉尼跟魔女朋友一起玩捉迷藏对决游戏哦。那么，石头剪刀布，我赢啦！哎呀，我先抢地方得了。三，那么魔女来躲藏，吉尼来数一下数字哟。就十秒，快去吧！十、九。
就躲藏得这么好是吧？嘿 ，Hello， 吉尼，我们到此为止吧。啊，藏哪里了啦？哦，好奇怪。没有的话就不找了。哦，门开着，好奇怪。可是吉尼到底藏哪里了？哎呦！嘎咚！哎呦！我认输了，快点出来！哎呦，好累呀！我在这里。吉尼，你看呐，我有聪明斗篷哦，这不是犯规吗？不是的。